欢笑记在心，从此我守着你的情，说过的话永不会忘，一次次的重复，一次次心，月落长江在心，风风雨雨都是情，沉默的岁月，不平静的爱，一次次的不安，黄昏到黎明，月落长江月不沉，就像你我在一起，热爱伴着希望去远行。不过你说话要有一点技巧，哎，例如你只说曹主任把门一关强奸喜笑容，结果不说啊，然后再说来福把喜笑容救回家以后就成了真夫妻。行，这样排列下来，邝逸夫就会认为喜笑容被强奸了。哎，他这样认为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对，我们又没有捏造，啊，我们也没有违反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尹总，您真是活学活用主席思想啊。哎，你回来。李总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吗？李大瓜，怎么我一提邝逸夫的名字你就吓成那样？没有，我不能让你去，不能让你去，万一你去了什么都不说，把话都给我摊晕了，我找谁去？去叫车去，我要亲自去。这种表达呀，连语气都很重要。嗯，我要亲自看着邝逸夫的表情变化。唉，喜小荣，邝逸夫，你们的缘分尽了。全场的人员都到齐了，一共19名。还有2名呢，一个是右派分子夏以明，一个是组织派反革命分子邝逸夫。为什么不来？他们在东风坡放牛，我已经派人去叫了。有多远？向西走有15里路。
来回三十里，你不是让我在这儿等到天黑吧？我让人开拖拉机去叫的。这是新发的电子68号文件，是关于加强备改人员措施的通知，要求每一个人不能超过半个月写一份10000字的思想汇报，直接交到局改办公室。就停在这儿吧，我下去有点事儿。玉总，听着汽车喇叭声，我就跑过来了。现在牛啊都爱撒野，没想到是您过来了，让您受惊了。邝逸夫呢？逸夫在沟那边呢。久违了，邝主任。你下指示到牛群中，就不怕被牛顶着？直接关怀大家不行啊？有什么吩咐你就直说吧。你的牛乖乖的吃草，你倒跟我顶起牛来了。我哪敢跟你顶撞啊！于总，天快黑了，我还得赶牛回农场呢。有一些不便说的情况。是局一级掌握的一手材料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要有思想准备，是一些很严重的让人痛心的事情。为了让备改人员思想稳定，有利于改造，局党委决定让我来说。你怎么不说呀？好，我来说。你来就是想告诉我席小荣在林场被强奸的故事。怎么？你也听说了？那个流氓就是公社革委会曹主任。对。后来强奸未遂，因为来福及时的赶到，把小龙救了。姓曹的就在地里埋石头，诬告他破坏学大寨，被罚站5天。来福天天得背他来罚站，送水送吃的。对呀，所以他们后来……后来，小荣就被感动了，就接受了来福，他们就成了真的夫妻。玉凤，我知道，你最想知道的就是我怎么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听了这个故事，替小文感到高兴，因为他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做他的丈夫，和他朝夕相处，他没有白活。我也很惭愧，我也是七尺汉子，
我就没这个能耐。我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，为什么？我活得不坦荡，我被前途地位罩住。义父，义父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义父，玉侯，你别耍小聪明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充满着理想，动不动要解放全人类，可是连做人都没有学会，连彼此尊重这种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，天天想到的就是得到占有，得不到的就耍小聪明，造诡计，落井下石，最后呢，水中捞月一场空。小钟活了半辈子，可以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，可是他的心跟明镜似的，你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么善良的人。我们都是快四十的人，你还天天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。玉红，别说是一个来福，就是十个来福我也不会嫉妒，我祝福他。过去我一直以为电影离我们很远，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比我看过的任何电影都有教育意义。有一天也许我也会把它写成电影的。老夏，哎，义父啊，我算的准不准？我说他准来嘛，可是没想到啊，他来的这么快。他没想到美珠会给我写信，更没想到我会为小荣祝福高兴。我看他在我和小荣的问题上已经黔驴技穷了。嗯，他也对我彻底的失望了，他累了。哎，你猜此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可别怜悯他。不过可以理解，咎由自取。王希，王主编，你来一下。曹主任，你有没有党性啊？你这个主编是怎么当的？你看看这个。哦，这是有关红光水电站的一篇文章。红光水电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啊，是县革命委员会直接抓的样板工程啊，就是有一些缺点，也是前进途中的吗？啊，你看看你这篇报道，啊，说蓄水池塌方是玩忽职守、偷工减料的原因所致。你是恶意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你查过资料吗？嗯，是我对红光水电站的意义认识不足。从现在起停职反省啊。我什么我
美珠，还有姓美的，是真名是化名？是真名啊，她是刚刚调到向阳公社宣传科的一名女记者呀。女记者？啊。我要亲自问问她，吃了几个豹子胆。啊，你要记住啊，凡是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生事物都需要有满腔热情啊。我回来还要找你。曹爱群，曹主任来了，要想见见你。久仰大名，他想见我这个小人物。总是那么没大没小的，他是为林喜的那篇报道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曹主任可是个急脾气。好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我是美珠，曹主任找我有事儿吗？啊，你就是报道红光水电站里有问题的那个记者啊？是。我来问你，身为一个记者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和党保持一致。那你为什么要和党离心离德呀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篇报道影响很坏。我是有事实有根据的，这项工程的所有重大步骤都和县革委某个领导有关。你不要夸大其词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。夸大其词的不是我，而是某些人没有准确可靠的计算就匆匆上马，好大喜功，结果流水落差小，发电率只有10%。你马上停止工作，回去做检查。
说呀。要我公布材料吗？从现在起，停职反省，不准离开公司。今天的批判会就不要了啊，往下的工作我来做。曹主任，您又有什么新主意了？知我者秋毛也呀、啊、这临江县不是出美人的地方吗？他嫂子就是席小荣啊。这美人都出自一窝。曹主任，你可得忍着点儿。你别看都下班了，这年轻人说回来就回来。在林场的时候，那都是被管制的，我在那儿混水摸鱼都难得很。这块地方一个一个的都是刺儿头，要真有个节外生枝，我可没办法。这个邝美珠的男朋友叫何爱国，他是原军军分区参谋长的儿子，现在是幸福公社武装部的副部长。这小子可不是顺毛驴，三天两头的奔着打电话，弄不准就冒出来。哦，你说的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参谋长啊？嗯，曹主任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隔三差五就有接合了升官的。我这片的知青啊，一天就调走仨，不是这个的爹，那个的妈，升官接合了。我真怕回来跟我算总账。你怎么见得何爱国他爸爸就准能提升呢？也许是永世不得翻身呢，也许是过两天得病死了呢。老邱，我有你准能逢凶化吉。曹主任，你可得转转念头，这四条腿的蛤蟆有的是，你干嘛非得钻牛角尖呢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曹主任，什么？曹主任，曹老邱，快！哎呦，那
受惊了，嫂子，快给我解开解开。鞋鞋鞋，没事，已经重了，没事一样。叫邝美珠的，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叫何爱国的，姓男的，啊，先抓住再说。是不是幸福公社武装部的副部长？啊，对，对，就是他，他殴打革命干部。曹主任，他爸爸已经调到神农地区军分局当司令了，明天就要到县里来视察。老邱，你先派两个人到临江县电力局找于洪啊，把那个邝美珠的材料啊，他怎么搞帝王将相、否定文化大革命啊，那个材料赶紧递过去，配合他父亲的问题一起整啊。你们去了要灵活，遇到困难马上就回来。好，注意，走吧。美珠啊，嗯，你可够毒，打了他巴掌，你还要脱他裤子，你不怕他报复你？我就料定，他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这种土皇帝，不敢离开他的管辖。我打不赢就跑，跑了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说我毒，你也真够可以的。你事先躲到柜子里，说，是不是想偷看女人洗澡？要是曹主任不进来呢，你算什么？我。还有，你出来的那么晚，如果我出了事儿，那怎么办？美珠啊，这没发生的事儿啊，你千万不能说要是如果的。这曹主任他不是闯进来了，我不躲在柜子里怎么能给他一个出其不意？再说，哎，我得关键的时候再出来啊，否则怎么能体现出你的英雄呢？
还有，你不给我一个来服侍的机会，那我自己就得创造一个爱国士，不，爱中士呢？就你贫嘴。这次我回去要给雅珠报仇。爱国，我写了一首歌，我念给你听好吗？好啊。月亮升起，江水东流去，昨天的故事太多，可是没有我和你，不知道惋惜，也别说对不起。自从遇到你，经常会想起，是一场梦，是一个谜，放在我心里。也许会过去，也许，也许，不知不觉走到一起，还是要分离。不好，应该是再也不分离。这药里面呢，有一味叫蛇片，就是把整条蛇碎片和草药一起用温火熬。这草药叫玄玄草，它本来就有镇定作用，两个放在一起就有稳定作用了。以前我们那儿有个房东，他有个儿子就跟咱妹妹一样的状况，后来大概吃了两个来月就好多了。阿弥陀佛，那咱们也坚持吃。哎呀，坚持吃，给你妹妹送药去。雅珠来吃药了，你看一点都不烫，姐姐给你吹。哎，雅珠不乖了，要不然这样，等你喝完药，姐姐带你去北京逛天安门。天安门。哎，小溪。天安门。天。那我要去捡毛主席。那你先喝了。四分之一减二分之一等于二分之一。姐姐，四分之一减二分之一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啊？不对，应该等于负四分之一。负四分之一啊？负四分之一？负四分之一？负四分之一？哎，美珠。哎，来，美珠。我看你妹吃了药，见点笑。哎，妈，她能安静下来想问题就是好现象。哎呦，他只要是不闹啊，妈就念阿弥陀佛喽。美珠，哎，我得走了。你哥叫你，快去，你等一会儿。哥，咱们的计划你要下决心呢。那当然，回去我跟夏以民商量商量。哥，最近我在小报上看到一则消息，说西方现在流行精神分析，叫树源疏导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哪摔倒的在哪爬起来。我觉得除了给雅珠精神安慰以外，还要让雅珠当面惩罚李大瓜。不成，不成啊！这要出了事，谁全救不了你，你只能藏在药罐子里啊！妈，听见没有？我看这事儿能成。成吗？这几天我仔细揣摩过，哎，过去不是说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
我看现在就是时候，做起来呢也不复杂。哎呀，闺女，快摸摸妈这儿。骂很正常啊。哎呦，我爸的心都提嗓子眼来了。哎妈，你就放下心来吧，只要把这事儿抖露出来，没谁敢保他，包括于洪，你信不？自古以来没哪个朝代敢公开保刑事犯，地富反坏，最遭恨的就是坏分子。儿子，那成吗？啊，妈，您放心。主任，你今天的信真多，连杂志一起有一大摞呢。好，哪单位了？嗯，我是临近电厂的。您好，接走很复杂，我又管这片了。这次刑事案件都有，建厂也归我管。啊，对，阶级斗争嘛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。不过我们厂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我赶紧执行任务去了。你说话挺有一分为二的啊。啊，一分为二，一分为二。
一只狼，狼名金玉祥，可恨狼乳羊，可气羊咬狼。野狼嚎着跑，上躲下有藏。仔细找一找，于总差是谁？左虎有牙印，姓木，下有子，就能擒住狼。给我接李大瓜。你都知道了，英王，我们就去了。